八月 ，AXN 强档电影《少年蜘蛛人》全新身份展开新生活，蜘蛛人返校日，最养眼的英雄们将守护热辣海滩，海滩救护队。为了活下去，他们将强力对抗洪水猛兽、恶魔。面对绑架危机，他将不择手段将他救回，火线救援。恶灵盘踞的鬼屋该如何保护家人？鬼哭神嚎，恶灵一舞，五万牌里出牌的银行大盗，遇上家庭主妇人质，终极土匪，巨大的邪恶力量正在酝酿中。恶灵古堡首部曲，拉昆市。八月的强档电影，锁定 AXN。